我们那个地方除了黑板粉笔，那么其他的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那些现代化的设备，对，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看到、所以也更别说什么电脑什么的。是的是的。我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看到过很多的地方，就是说小学生连字典，尤其是正版的字典都没有。我们不知道你们那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。字典不多。不多是吧？因为像我们这个地方，能够用上字典，都是一般是老师用一本。你有60个学生是吗？我这样，你不管成功与不成功，我都送100本字典，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。给你们的孩子，你看好不好？那我代表孩子们谢谢你了，张老师，谢谢你。我答应你啊，那谢谢。那你今天登上势不可挡的舞台，你是希望能够做到怎样？登上这么大的舞台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呢，能够赢得奖金，为我们的孩子们买上电脑，也让他们呢看看我们这个外面的美好世界。好的，好好把握。准备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呢？我想给大家演唱一首意大利的民歌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3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3。你听听呗，味道还是蛮足的啊。他的那个意大利文比你们的相声的准吗？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嘶哑的，嘶哑的，你看他这个全没有了，就说明他还是有共鸣啊，会用嗓子，练了很多年。来，李老师，请到前面来。张坤老师说了，你唱的比他的那个版本好。